时候到了，古尔丹命令你的术士们加倍努力，很快的传送门将会打开，而你的部落将会被放在这个一呼即破没有戒心的世界中。战争可被磨灭的，那有多少生命被杀掉，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。
看见他全然无用，现在还不算太迟，你仍然可以活着的死，微不足道。无法完成的救援，更为伟大的道路的人。